二级抓鳖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咱们还有一招更加让人心态爆炸的打法。等对抗中这只猪刷新，打完之后，兵线虽然来了，但是咱们有个隐身，等隐身好了之后，从这边走，让他勾引。大禅司空震怎么可能忍得住这个诱惑？来啦 ，Hello。没走呢，哥们，帮我看一下红 buff。好，李白啊，这李白这么快来的，但红 buff 暂时安全还行啊。我的野区你也敢进啊 ？Hello， 你很有想法，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呢？咱们这把很舒服，前期大舒服开局啊。不是怎么比分还落后了呢？没有关系，把野区刷一遍。怎么老是打架呀？抬走不错，他怎么还有个治疗？我感觉刚刚好像炸不死。往前走，正好这野区来了。哎，感谢帮忙打击啊！我可不走的，你这么癫痫你也敢过来？前期就这么打，按照我的节奏来，肯定是个顺风的。你眼馋呀？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吧你！这一个、两个，我，你这都敢过来呀？不知道怎么死的你！好，出了五个，有想法。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啦！现在野区刷完没事干了，把门给开了。来上路，先把野区找一遍啊！上路这里有两个，先别走啊！走什么走啊？两个人技能全交，赚了！这样咱们中路打团是有优势的，因为辅助跟法师技能都没了嘛。来上路找一下李白，不要被兵线误了大事。李白要来打这只猪，我记着这我家的猪啊，你凭什么敢来呀、啊？很舒服啊，再来教你们一招，人在没有防备的时候，就是他最软弱的时候。李白可能再滑三指，好，他没滑。打团肯定是打不过了，我几个队友都是1-3、1-4的角色。说咱们的独门绝招多带线没事的哟，这李白又来，看我怎么戏耍他。我假装看到他掉头就走，真好，我隐身也没有，不用对我那么有防备心是吧？放他，那你不就死了？隐身走人，看我戏耍，跑不掉的。哎，我一个打四个，打死两个了，你们有点用啊。二花二还行，可惜这李白跑了，他回去了，要不要回来呀哥？你还真敢回来呀啊，这么不怕死的吗？还有办法，赶紧有没有在草里放眼睛啊？没有的话要死喽。二技能先解锁，等个大，打死了！哎呀，哪来那么多大呀？我真的是欺负人，欺负我下水道是吧？没关系，咱们带线。我们家憋住两波线其实是有优势的，我只要死死的把队友拖到后期，咱们就赢了。没事，两个人守得住，快跑，别打。不是大哥，你怎么不跑呀？你哈哈，有想法。